都是朋友啊，然后什么对不对？对手，台湾达人秀吧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哎、欸，你这周要干嘛 ？Hello， 我是姐姐 Ariel， 我是妹妹秀，我是弟弟。祝贺台湾达人秀的 F 粉丝人数破300万啦！我们会继续的朝你们人数迈进，虽然还有很大一段路。快问快答，请问你们是什么类型的 YouTuber？ 旅游类型的，旅游类型还有吗？生活，生活还有吗？杰哥，还有吗？卡尔，还有吗？海翔，再来，王美，两年，我们频道经营差不多2年出头一点点。好的话就是大家都认识你啊，就是吃东西的话会被招待，还要喝不完的啤酒。坏的话就是会被放大检视，如果你讲错一件事情，你就要处理了，因为全天下的人都会怪死你。对，很啦。目前最想跟谁合作？台湾的话，我想要跟邓紫棋跟 S.H.E。台湾我还想跟蔡依林。外国的话，我想跟艾薇儿。我想要跟 Ariana Grande。Everyday， 好，你慢慢做梦。哪一个 YouTuber 是我们目前的对手？大家都是朋友啊，哪有什么对手？不是对手，台湾达人秀吧？台湾达人秀是我们的对手，对，因为他们300万。订阅时间，按赞追踪订阅台湾达人秀的 Facebook 跟 IG 还有 YouTube， 恭喜！也不要忘记订阅，哎、欸，你这是要干嘛？恭喜台湾达人秀破300万！